好香，这是我的，听见没有，这是我的，只要你给我10个金币，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我就把这个箱子给你。那里没有虫子。盖房子。对呀，阿巴幸福社区所有的房子都是我盖的，我可是建筑专家。八一大叔为我们盖房子辛苦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出去！姨夫啊，姨妈不在，你就让我出去玩会儿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不能让你姨妈知道你又出去玩去了。哦，等你姨妈一回来，你甜甜的叫两句“姨妈，姨妈”，你就没事了。倒霉的是我。八戒，八戒，哎，嘎嘎让你去看他的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啊？姨夫，我能去吗？这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哎，等，干嘛？你不能去，他只叫了八戒。为什么我不能去啊？因为你去太不安全。哎，好，我保证什么都不动，什么都不拿，这都可以了吧？啊，哎，走，我们一块儿走。哎呀，八一，你那也不行。八戒，八戒，快来，快来！哎，怎么了？来，看看我的百宝箱。好漂亮的百宝箱！百宝箱。哎，虫子！嘎嘎呀，这种东西要经常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不然会生虫子的。快拿走！哎，姨夫，哪有虫子呀？虫子有什么可看的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姨夫，虫子。百宝箱啊，怎么有个锁呀？砸腐烂的这，哎，这怎么是石头啊？好，我明白了，必须要放进去金币，才能有金币源源不断的掉出来。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幸亏老婆不知道。哎，在哪儿呢？这，哎，金币可出来，金币可出来，快出来！咦，哎，你怎么出不来啊？姨夫啊，哦，哥哥，你的宝贝石头出来了！什么？这不是装金币的百宝箱，这是嘎嘎装石头玩的。哎呀，你还我金币，还我金币，还我金币！太漂亮了！干什么呀？你们俩干什么？这是我的。听见没有？这是我的。八一，把这箱子给我吧，我有用。啊？你用它干什么呀？我用它装珠宝首饰，你用它装小米吗？我真的有用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箱子是我的。你的就是我的啊，拿来。什么？对，老婆，完了，金币就这么没了。阿姨，干嘛？我真的需要这个箱子。我。哎，这。
白莹莹啊，只要你给我10个金币，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我就把这个箱子给你，怎么样？我哪有那么多金币啊？哎姐，你可以去挣啊！没有10个金币，你就别想得到那么可爱的小箱子了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挣出10个金币，买到箱子。只给我1个金币就可以了。啊！哎，你抢着帮我打水的，这也要金币？我自己可以打水，不用你帮忙。哎，洋洋，哇，玲玲，累了吧？我帮你。哎，我帮你啊。我只需要1个金币就可以了。你一定是在模仿八亿，太像太像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就只要1个金币就可以了。我没有金币，我不要你帮忙。吴爱玲，你别生气嘛。哎呀，挣个金币怎么这么难呀？哎，老婆，哎，小心啊！老婆，老婆，你哎呀，来，不是，你说这，哎呀，老婆，行了，你不至于走着哪儿都抱着他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总是盯着这个箱子，还两眼放光？我主要是怕他丢了。这个箱子里面全是我的珠宝首饰，我还怕你把它弄丢呢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这个箱子真的不适合珠宝首饰。你看啊。它上面只有这么一个小孔，你要想把珠宝首饰拿出来呢，你就得晃动。可是晃出来的不一定是你想戴的珠宝首饰。哎呀，别晃别晃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晃出来掉到地上不就摔坏了吗？哎，这样这样，我把这个箱子里的珠宝首饰给你放到别的地方去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啊，这个箱子除了好看，没有其他用途。哎呀妈呀，这个箱子真是太漂亮，太实用了。我一定会得到这个箱子的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拿走。哼，你老婆，老婆，那个，你说话算数，10个金币。啊，10个金币，10个金币，你快走吧，走吧。老婆，小心。这儿换一个，好吗？谢谢。孩子们，上语文课了啊！快来，上语文课了。慢一点，坐好。白莹莹，你坐这儿。啊，对对对，快坐好，快坐好。孩子们，作文都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非常好啊，都写完了啊。好，翟莹莹啊，把你的作文给大家读一下，来。嗯，我没有写完。啊，他确实没有写，他一直在帮嘎嘎做各种事情。什么？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渣渣。给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哎呀妈呀！这么大的太阳，怎么不去树林教课呀？八姐，跟妈去树林喝杯水，别中暑了啊！等等，这是我的百宝箱，是我的。哎呀，我课还没上完呢，都回来。姨妈，我回去拿水了。慢点。你也拿不到，大家快来看呐，我的箱子漂亮吗？哎，妹妹大婶，那里没有虫子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，箱子有虫子吗？哎，这个箱子里也没有被虫蛀过的痕迹啊！啊，八姨，你说的虫子在哪儿呢？也许是我看错了。哎呀，阿凡提，你不知道，最近我这个眼睛啊，真是不太舒服。八姨，你答应好的，给你10个金币，就把这个箱子卖给我。我好不容易挣到了金币，我的箱子，我的箱子。什么？老婆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喜欢的东西，我怎么能随便卖掉呢？他是胡说的。反正已经坏了，你说没说过都无所谓。嘎嘎，谢谢你，反正我也用不到了。
翟莹莹啊，这回你知道了吧？箱子再好看，也不能为了它向朋友们索要金币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亲情、友情更重要的了啊！是，可是姐姐快过生日了，我想买了它给姐姐当做生日礼物。好妹妹，我不要你挣金币买生日礼物，你和朋友们都在，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们可以帮你的。就是，不是很巧的，谢谢你们肯原谅我。躲开！干嘛？躲开！干嘛呀，老花？你踩着我项链！哎呦！哎，这怎么有块金币呀？我在这个箱子里面只放过首饰啊。嘎嘎，这块金币是不是你放进去的？没有啊，这个箱子里只有石头。哎呀，嘎嘎，也许是你放了，你忘记了，忘记了啊？不会的，这肯定不是我的。你们看看，这上面还有牙印呢。啊？哦，这可是我姨父特有的标记。我明白了，老爸，这块金币是你放进去的吧？所以你才总是盯着这个箱子，还用十个金币要把它卖掉。说，金币是哪儿来的？老爸，老爸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我只有这么一块金币，还不说实话？私藏金币，我饶不了你！哎，干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！又有一堆，今天部落里到处都是这个样子，老鼠打洞。哎，这里还有。那里也有啊！哎，哦，渣渣，看来咱们部落里啊，确实有一只大老鼠又在动坏心思了啊！那得赶紧抓住它。哎呀，我们这里没有老鼠。这是一只特殊的老鼠啊！啊！哎呀妈呀！这么找宝藏也太累了，吓得我出了一身汗。哎呦，老婆，这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总不能说，哎，让让让让，我要挖坑找宝藏。你就跟他们说你挖坑，别说找宝藏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轻巧，我没事挖坑干什么？我又不盖房子，盖房子。周爷盖房子，疯了吧你！听我说，我想到办法了。说，我们去跟嘎嘎说，就说免费给居民们盖房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挖坑找宝藏了。你可真聪明，聪明还打人，快走吧。啊，盖房子？对呀。阿巴幸福社区所有的房子都是我盖的，我可是建筑专家。八姨啊，你最好说实话，那些房子是你自己建起来的吗？是，是建筑队盖的。可是啊，在打地基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监督，这我总没说谎话吧？对，你确实没说谎话。每次打地基的时候，你都亲自盯着。没错，希望地上能挖出金子，对吧？老爸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是他这是在诱导我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哎呀，嘎嘎，我真的是想为部落的居民做一点好事，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，哎，总比现在要住的好吧？我去帮你，顺便把那只大老鼠给消灭了。老鼠？就是在部落里面到处打洞那只老鼠。老爸，挖坑的时候小心点，有老鼠。哎呀，你没听出来吗？他在说我呢。哎呀，渣渣呀，那个现在主要的工作呀是选地址、打地基。哎，这个用不上你，用不上你啊。谢谢你。哦，对，这个给您。这个我们为部落居民做好事，怎么能要黄金呢？不要不要，不要。八级，八级，小点声。丫丫，我姨父和姨妈睡觉呢。啊，这个时候还在睡觉？八一大叔，他
他们说白天工作容易中暑，所以就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。工作？我也不懂。八一大叔为我们盖房子辛苦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谢谢丫丫。再见。丫丫丫丫，咱们一起去吃西瓜。对呀，我们去切西瓜吧。嘘，安静。安静。为什么？八一大叔和阿姨妈大婶他们要工作，可是他们说白天工作容易中暑，所以就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。你们安静点，不要打扰他们休息啊。嘘。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。哼。他们不就是在部落里到处挖坑吗？害得我都没西瓜吃。哼，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盖房子。嗯，走走。这宝藏到底在哪儿啊？老爸啊，咱们得加强工作进度啊，把这片地方重新检查一遍，快点。你净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只是动动口，我得一铲一铲的去挖，我这胳膊不是铲土机。哎呀妈呀，你的意思是让我来挖是吗？我没说呀，我挖。嘘，别喊。瓦驴睡着了，我干会儿。老婆，我好像挖到东西了，快来快来。什么呀？石头，你能看清楚再说吗？一惊一乍的，我还以为你真挖到宝藏。我哼，就知道说我。哎呦，又怎么了？闪着我的腰了。你这身体怎么这么脆弱呀？刚干多少活就累成这样？回家睡觉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，老婆，你等等我。哎呦，丫丫，哎呦，我刚擦干净的地，你看看，这也不能全怪我呀。现在部落外面又脏又乱，到处都是土石头。那你把鞋脱了。对，好吧。嘎嘎呀，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也把鞋脱了？我没有鞋。那你站着。阿凡提啊，哎，你说，那个房子什么时候能建好啊？要不然我每天只能干一件事情，擦地，擦地。八一大叔一个人能建那么多房子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哎，他那哪是建房子呀，他。这个打地基嘛，一个人确实很辛苦啊，我们也应该出份力啊。那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呢？我们可以鼓励他嘛。鼓励啊。我们把整个部落都翻遍了，没发现一块金子，是不是不在地下呀？老婆，你遇事要往好的地方想。哎，你想想啊，经过咱们几天的努力，就剩这片树林没有找过了，范围已经缩小了嘛。万一今天晚上就能挖出黄金宝藏呢？哎，你看好了啊，如果今天晚上挖出黄金宝藏，我得偷偷的运回去。你放心吧，他们早就睡着了。阿姨，看你了，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饼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水，大水，水，小心别呛着。八爷，一群老鼠也没您厉害，您简直就是挖坑专家。小老鼠哪有八爷的体积大呀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吃
饱了，你们赶快回去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忙。别走，别走。八姨啊，你在树林里挖坑，是不是想把房子建在树林里啊？啊，树林可不能动啊！要是树都没了，我们就会被黄沙给盖住了。对。哎呀，你说的对，不会在树林里建。八姨啊，干嘛？既然你不会在树林里建房子，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我你别我的了，八姨啊，我还要问问你啊，你把部落里到处都挖了个遍，这地基到底想打在哪里呀？啊，还有你建造这个房子用的材料打算用什么呀？这沙土可不行啊，不结实啊，那风暴一来，丫丫他们可就危险了。说的对。我跟你说呀，我呀，八姨。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也看出来部落里的沙地根本不适合建房子呀？班迪说的对呀，经过我几天的实地勘察，我觉得咱们这儿确实不适合盖房子。那我就还得住那里。哎呀，那里多好啊！你看看墙多么的厚，可以挡住风沙，而且白天凉快，晚上暖和。哎，那部落都挖成那样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大家不用担心，咱们的建筑专家在这里呢。八姨啊，一定会把部落呀恢复原貌的。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建筑专家八姨。我会把部落恢复原貌的。珍贵，非常珍贵的，你用植物做饮料，你都把实话说出来了。再等等吧，还没做呢。作为部落的高级顾问，你不都一向是乐于助人、和蔼可亲吗？阿巴水站关闭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